滚地球，二垒手陈崇廷接球传一垒，还是抓到了杜佳敏。今天陈崇廷的生意是蛮好的哦，而且这种都必须移动很长的距离来接球，这一球接球的位置哦，几乎是已经到了垒包的左侧哦。而且刚刚看好像最后个弹跳、哦、可能比他预期来的稍微高一点，对，